在脑后，礼物是什么？里面是什么？好，你那个想到了吗？我你要送给是什么？像你送给耶稣娃娃还是什么？我要送耶稣那个芭比娃娃。你把事情打一个蝴蝶结，送当一个礼物。好呀，把我自己装在里面。我觉得听着进步很多，像是他来了越来越稳了，而且好稳。哎，你不错哎，你把自己当礼物送给上帝哎。那怎么样把自己送给上帝？就是安静在，往那海的，对。